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no 王贤耀。这个星期的八八六十是非常的精彩，有 Vincent 陆俊贤来到当中宣传他的新单曲之外呢 ，Josh Kwa 小提琴手也有这个专访哦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 Sarang K Wave 可以看到李道宪的人物介绍哦。记得一定要留守着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:30到6:00的八八六十是，我是 Gino， 不见不散啊！